姐姐，给我吧。什么？我的小木人。你不是说那个小木人是送给我的生辰礼物吗？不记得了。既然姐姐喜欢，那便留着吧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我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再陪姐姐说话。魏先生都喝了这么多药了，他怎么还不见好呀？苏州城所有有名的郎中我都请来给他把过脉了，他们都说梁公五脏六腑皆已受损，他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魏先生去死啊。我心里还有挂念的人，有放不下的事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姑娘，你不许去。如意，你让开。不行，姑娘，就算去的话，沈醉喜他也不会见你的。我知道。那你这又是何苦呢？灾难，为了梁公也值得。在家好好照顾他，等我回来。你让他这跪着干什么呢？是啊，办事了。看笑话，这不是面试吗？他是谁呀？为什么在这跪着？神父的家训确实是这样。曾宝琴要见我，是他现在就在门口等着呢，还说哪怕天塌下来也要见大奶奶。小兰，你先出去，守着大门口，不许任何人进来。是。大奶奶，曾宝琴不会无缘无故找上门的。我知道，他这次来无非有两种可能，要不然就是他黑了心肠，想要置女于死地，要不然就是魏先生出事儿了。我说过了，不要再提魏良公。你去问曾宝琴，他来找我到底为什么？是。师傅。嗯。去吧。大奶奶。我从小就跟着您，您什么时候开心，什么时候伤心，没有人比我更看得清楚了。曾小姐，你找我们大奶奶有何事？来人，把人都散了吧。是。散了吧，散了吧，都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回去吧，都散了，散了，回去吧。现在可以说了。
梁公生病了，他想见沈醉喜。我可以带你进去，但进去之前你要想好了，这人家的大门可不是随便进的。什么意思？进了人府的大门，你就是小妾，主母让你跪着你就不能起身，你可想好了？你威胁我？你可以当时威胁，也可以不受我的威胁。跪下，在这儿，就在这儿。怎么，你不想跪？邓小姐，今天我心情好，我就给你一个反悔的机会。要是你现在就离开人府，我就当你从来没有来过。曾宝清真的跪下了？是。今天我出了这道门，或是曾宝清设下圈套骗龙，或是被李昭发现，不管是哪条路，都是死路。大奶奶，我愿意跟你一起去死。你傻呀？你要是陪着我死，人家怎么办？秀山怎么办？起来吧，跟我来，赶紧跟上来。